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S4 上的暴者和啥，然后这个好像支援 VR， 可是我没有 VR， 应该没有 VR 也可以玩吧？哦，这个也是体验版的，这个还要 VR。因为我可以移动视角，虽然可以移动的范围超小。咦，是我在移动吗？是他屏幕自己转？是我在动。你走路一定要这样吗？哇，这可能是配合 VR 用的游戏。我觉得走路姿势超怪，方块是前空翻。喂，摔死！摔死！这有一个洞，圈是前滚翻。前滚翻跟前空翻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很诡异的游戏，什么东西？旁边还有字。为什么手要伸平平的？一整个不懂欸，不能换别的姿势吗？这边手平平的可以接受。这条路也太长了吧，翻一下。哦，有兔可以跑动。哦，可以跑哦，终于，用跳的，哎，那跳下来会比较快吗？还要摆一个 pose， 贴墙壁，还可以跳舞这样。一个非常诡异的游戏。跳可以，哦，这样比较快哦。我是绕回来了。切西，好像没有绕回来。跳比较快。到底有没有走回来？这感觉是建模建一半的游戏，有没有？人物模组建到一半，然后那个，没路欸。然后地形模组也建到一半。应该不是走这边。啊！你要往哪边走？那也是从这楼梯爬上来。
你这样也摔死哦！一定要乖乖的爬楼梯就是了。能跳一下吗？不行。好，乖乖爬楼梯。那你楼梯有没有比较快？是，差点就摔下去。哎，然后我要爬上去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路啊。嗯？那边是走过来的路。哇，我又爬上去。还是走这边，不可能。到底要去哪里？红色的，嘿，摔死！为什么？哦，要这样弹上来？红色可以弹就对了。蹲下好吗？哦，圈。哦，哦，原来翻滚是这样用的。哦，为什么下面有薯条在那里晃？超像的。一包薯条，還工作人员在做游戏的时候，刚好在吃薯条。欸，到了。What？会动？欸，我没事。他跟着我，我移动了，不是他移动，我去跳。怪物，这怎么打？又没有攻击。桌子，一堆人，在下西洋棋，没了，体验版就这样，好吧，我把这游戏干嘛的？就一直移动看风景这样子。嗯，应该没了吧？为什么还在读取中？再等一下看看。哦，读取标题。嗯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啦。